11月16日晚，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 C 组首轮，中国男足客场挑战泰国。上半场泰国队首开纪录，第29分钟韦世豪一条龙助攻吴磊破门得分，第74分钟谢鹏飞助攻王上元进球反超比分，最终中国队客场2-1击败泰国队。